今天是我们马来西亚刀总会庆祝刀雕节。刀雕节就是我们呢庆祝的道祖太上老君的圣诞千秋。这个老祖也是就是太上老君呐、啊。那么这个刀雕节对我们道教信徒非常重要，可以说我们道教徒的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在马来西亚，所以我们特别道教总会呢会举办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我们会举办这个归宗传度，一个皈依三宝三清这个活动，然后我们就有这个第六届马来西亚道教节的花车游行，下来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庆祝第马来西亚道教总会23届道教节的晚宴。支持，跟我们一起庆祝第23届道教节。
当选全国的署理主席陈永生，而且说我们就会每年都会办一些花车游行啊，他们都会热心的派出他们的花车来参与这个整个活动嘛。第六届马来西亚道教总会花车游行都有道教的有来参与这个盛大的盛会。嗨，大家好，我是代表香港国际道教文化协会的，今次我们来就是八位一起来的，我们这里是一起来参加马来西亚的道教节的。马来西亚的特色呢就比较地道一些，跟我们香港是有些不同的，还有他们很有地道的风情，还有很多的花车，还有很多他们那些各个的庙观那些都是有很自己有很独特的特色的，我们来到都大开眼界的。好，我们是中国，是广东省的罗浮山黄龙虎观，是多年的朋友，上一届我们都会参加这个盛会啊，所以我现在带同我们的办事主任也都来的，好吧，经常希望是多些联系啊，中国和这个马来西亚都是，好吧，所以大家都是一家亲来的了。每年都有出席哈，还有我们的文德新疆，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也可以有这个宗教和谐，跟宗教大家的一个了解。那么，因为在马来西亚，所有的宗教的教主神人，都是我们的国家的国家，和我们也是一样的啊，不会放弃，我们还会继续的争取。Ladies and gentlemen, I hope this year's celebration, the sixth year being organized by the Federation of Taoist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will be a success. I hope all of you will enjoy the day, will enjoy the parade. I'm sure all of you are so excited.
这个第六届道教节花车游行非常成功，因为什么呢？我们得到所有马来西亚全国的那个道教组织来参与，除了以外，我们还得到海外的道教组织来参与。就是我们有来自中国道教协会的副会长王信阳道长，还有我们有来自广中这个王龙冠，还有我们有这个香港道联，还有香港国际道教文化协会，还有就是新加坡道教总会又有这个澳门道教协会。其实我们希望未来会更多海外的国家派出代表来参加这个道教节的游行跟道教节的晚宴。那除了以外，最重要还是讲到我们本地，我们本地也得到我们全国各地的宗教代表跟宗教的理事来参与这个道教节花车游行跟道教节的晚宴，来自全马，包括东马西马都有。所以马来西亚道教总会很荣幸了哈，得到各位的支持。我希望我们的会员会越来越多，然后我们的道业会做得更好。这花车游行目的地第一是什么？我们神出巡出游，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第二就是我们要一个醒觉运动，要我们道教徒认识道教节，那就是道教日2月15，老君诞，老君太上老君道祖的生日因为这对我们道教非常重要。是我们道教最重要的节日，特别是我看在马来西亚各宗教的节日都是我们国家的公假，我们也希望一天我们道祖的生日也会纳为我国的公假。那我们除了以外，就是我们可以集合所有的道教组织团组织的那个代表的领导来到吉隆坡，也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非道教的都认识什么是道教节为什么我们会庆道教节那除了以外，我们也希望这个道教节的游行会越来越多人参加希望可以有一天会像柔佛州古庙，那么这个神古庙的游行这样子得到10万人的那个参与。那么如果我们要争取道教节，如果我们的道教节游行可以那么多人出席，我相信要政府来批这个道教节为我国的公假，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这个第六届的道教节花车游行真的是得到我们越来越多的那个道教组织来支持，不只是道教组织，包括我们的华人文化的组织，比如说舞龙啊、舞狮啦、水大旗啦，这些就是使到我们这个道教节啊那个游行啊越来越精彩。那么今年已经有超过80多个团体参加我希望也呼吁下明年跟下一届的那个道教节华车游行会得到更多我们的这个道教组织跟我们的华团来参加，包括我们的所有的乡团啊、商人啊、大企业家一起来把这个道教节华车游行搞得更好我马来西亚道教总会总会长陈乐章代表总会祝贺各位这个庆祝道教节祝你们一切的顺利，身体健康，做生意的生意兴隆，也祝这些我们的学生们学业进步，也希望这个道教节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旺道主的保佑大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道气长存。